喺呢个时候咧，我哋有请咧叶倩文嘅好朋友、最美丽港姐朱玲玲小姐上台颁奖，有请。Hello， 你好，朱玲玲小姐，有啲咩笑话同 Sally 讲啊？我都睇佢，咁我就觉得佢因为好有天分啊，咁佢嘅音乐咧就带俾我哋咁好多欢乐啊，咁我就希望佢继续唱歌，俾多啲欢乐我哋。咁我做佢嘅朋友咧，就觉得佢咁有成绩咧，咁我就好骄傲，好开心。Thank you。喺呢个时间，麻烦朱玲玲小姐将十大中文金曲最高荣誉金针奖颁俾叶倩文。我实在太多人多谢，好多填词，所有帮我写歌曲、俾我歌曲嗰啲人。不过我有三位，我应该特别多谢嘅。咁啊，第一位咧就系杨帆先生，我俾啲掌声佢，因为佢介绍我入呢个乐坛嘅。第二位咧，當然係幫我寫第一首歌曲嘅阿林 Sir， 阿林子祥先生，我要好多謝佢俾上呢首歌我，多謝阿靚。同埋第三位就係 Parker Wong， 我入華納唱片公司嗰陣時，佢係好俾支持我，一路跟到我，陪住我一路上跑嘅。咁啊，仲最後咧，我要多謝啲觀眾，因為我係識行路之前中意唱歌嘅。咁啊，有一日有人中意聽我嘅歌，可以接受我唱嘅歌咧。我在这里要多谢你们，还有要跟你分享这个奖，因为如果不是你们我是拿不到的。好，多谢你们，多谢 RTHK， Thank you， 多谢玲玲， Thank you。